是怎样啊？我只要一死掉，你们就高潮哦。没有春香哦，没有春香该换什么？其实这边可以哦，先开一个哈。好。倒满笑我，等一下就换我笑他了。哦，第四关是整版冻结嘛，对不对？那这地方的话，先开这个。这样子刚好是魔族齁，所以伤害应该够。再来天狗这关齁，天狗这关的话，然后再开主角。来王冠啊，王冠所有目光暗墙，哎、欸，还差这个还没有解，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所有目光暗墙都有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就，直接带走。那第二条血的部分开技的顺序哈就很重要了哈，开技的顺序应该先开这个节奏魔法，然后再开这个，我把它炸掉，再开神光拳。好，这样就没问题了哈。这样就没问题了哈。然后我们再开这个破宫前盾的这颗龙科，这样子。然后这个龙科的玩法非常简单哈，就是随便乱按就好了。这个应该给你阿嬷玩，他都可以很高分啊。好，这样就非常轻松的可以通关了哈。那我最后一关的话，血量只有十滴，我就这样就好了。我觉得这队蛮稳的啦。好，速刷速刷。